各位听友好，在2018年12月19日到21日的《点点今天事》节目当中，明镜集团新闻评论员何频分析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面临的弹劾等法律问题，并借由刘强东至孟晚舟的审判过程，分析了美国司法的公正性，从中点评美中两国体制的差异性。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罗芊芊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相关的内容。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明镜月刊》杂志第108期当中。芊芊你好。你好。芊芊，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会被弹劾吗？他在未来会辞职吗？现在是美国政坛里面好像越来越热络的话题。和平先生怎么看特朗普这个人和他的施政？和平先生认为，特朗普对世界秩序的改变，对美国的秩序的改变所花的力气确实是超过了几任的总统，但他的确触犯了很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也触犯了一些非常艰辛努力才达成的国际秩序和一些国际组织达成的一些国际协议。怎么去评价特朗普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弹劾这个话题在早一段时间很多人不以为然，尤其对于那些支持特朗普的人来讲，认为这肯定是民主党搞的鬼，但特朗普现在的确正陷入一个法律的漩涡。那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和平先生认为，美国之所以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强盛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白人比其他的民族高明，而是大家都认知到，美国社会坚强的基石不仅仅是有言论自由和政治选举，更重要的是有司法的底线。他说，从这个意义来讲，不仅是他不可能知道特朗普的命运，大家也未必知道，就算是法律专家，就算是特朗普本人，都不可能知道。这和中国有很大的区别吧？是这样的，中国是一个口头讲以法治国的国家，实际上根本没有现代的这种法律概念，动不动用政治事件来夸大处理，然后使事情变得越来越难以收拾，这样就会使中国和西方关系本来由一个有合作也有一些冲突摩擦的模糊关系，慢慢会演变成对立的关系。和平说，很难想象西方和中国会建立一种冷战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对大家都不利，尤其对中国不利。和平对中国未来的走向如何评估呢？和平先生认为，对中国能产生关键性影响的是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使中国有可能陷入到一种不可确定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愿意在阿根廷的会上坐下来，亲自跟特朗普的团队去解释中国愿意让步的立场，甚至认了清单。谈到这里，和平在节目中着重提及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他说，如果失去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很难有真正的科学进步。所以美国司法部保护的不仅是美国的价值或利益，而是在保护全世界的共同的价值和利益，也包含中国在内。最终要真正发展起来，必须要有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和平如何理解习近平发出的不该改的都不会改这一明确信号呢？他认为，这给人们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与民主的希望泼了一盆冷水，中国政治倒退的可能性则大大增加。不过他提及，如果只用中共领导人的一句话或政策对中国未来进行解读的话，那就可能犯下巨大错误。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开始成立到今天的演变，他很多的政策讲的跟做的不一样，做的有很多的弹性，讲的也有多重的解释的空间。一方面是中共政权性质的使然，另一方面是中国人的文字使然，你可以往左解释，也可以往右解释。
好的，那就谢谢罗芊芊。谢谢。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